我们的一鸣惊人啊，出胚就搭配完成了。然后这边有个空洞，可以设置成那个竹节的那个天然的被虫子咬的那个空洞啊。等以后修关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下，设计一下把它弄成一个空洞啊。然后这个是竹节啊，这里面给它掏空了、啊，这底下没有完全的给它没有完全的烂掉，只是烂到这边了。这里面是实心的啊，这个也是竹节啊，像这样子，我们的一个扫把节啊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行了，就等待着修光。